五吨一个，这波不亏，他交了个闪，这波死了我不亏，因为我正好也要回家，你知道吧？亏了，小亏一波，这波没办法，又亏了一波，亏了，这波真的亏了。看到了，不要进入他，先观察一下，我打开的。他有队友的，但是他队友还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就直接把他先补了再说。行了，你看。来教大家360度旋转啊！完了，哎呦，来人了，赶快速战速决！哎呦，右侧有一个，很烦。是我，哎呀，很烦，哎呀，不应该这么急的，忍一忍就好了，用四倍镜把他打死就好了，他三级头啊，哎呀，亏了，同志们，大司马亏了，他们人马搞了一个头，第一波把我打回家了。他现在发育比我好，我先到他野区插个视野，他把两个河蟹都打了。哦，来，一段，两段，三段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兄弟，只能说对位。小兵有点多，上来小亏一波，这波没办法，对方小兵太多了啊，而且这个时候人马插出来的确不好打，盲僧在上路，这小老板有点小皮，你可能搞不清楚状况，哟，亏了一波，哟，他搞不清楚我的输出有多高，他在这跟我换血，他一旦被我打中，他就没有了呀。你搞不清楚吧？你在，起，走位，反手烧皮，啊。搞这个东西啊，跟我玩手心跳，那你哪是我的对手呢？尝尝这个。哎呦，很烦，亏了跑车。感谢几儿睡了送上飞机啊，这都可以的。我们打阿拉夫啊，一级学艺。为什么一级学艺？很简单，你想捡斧子，把你拉过来，哎，让你的位置就不舒服、尴尬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学了艺之后呢，能够让你在 A 了之后啊，快要跌到血怒，他跑把他拽回来，继续 A 啊，跌到血怒，那诺手是无敌的啊。诺手的特点就是有血怒就猫乖。哎，他来了，注意啊，你像这波，你看我的细节就很棒。我们呢不知道他从哪里走的情况下呢，先站这个地方。哎，他有可能会从这里走。如果他这个谨慎一点的话，他会从这里过来；如果他大一点的话，会从这里过去，或者说从这里过去。那他胆子就太大了。好像这个人非常的胆子非常的大啊！他为什么胆这么大？因为他一级，血 Q 很强，而且有点燃。哎呀，我靠！亏了，这波真的亏了。这波我要再忍一下，
他在这个地方估计闪现是被打出来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位置呢，他进草的时候 A 还没进草， A 进草再 A， 然后走到草中间再 A， 走到这个位置再 A， 想走拉回来再 A 选路，你不敢还手，啪掉闪现啊。